深圳公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，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，让平安就在群众身边。宣布开放日启动。我宣布深圳市公安局第十六届警营开放日正式启动。做警察这个行业有些很危险的动作，他们在就是说在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，他们都是需要从事一些危险的工作，就是说对警察这个行业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有一个第一是崇拜，还有就是感恩嘛。警察一直代表这个正义嘛，代表的光明嘛，小朋友们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。深圳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警力在给我们保驾护航，我们非常开心，也过得非常安稳。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是有警察的，所以比较理解这份工作，如果他自己喜欢的话也会支持，然后这个也是为人民服务嘛。因为警察很伟大，可以保护人民，学到一些关于反诈的内容。